哦，我的英雄在哪里啊？如果呢，可以帮我们打赢这场游戏，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晚餐约会哦。可以帮我们打赢这场游戏，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晚餐约会哦。大家都好棒哦！你是不是也有相同的遭遇？当电脑热过头了，让你的人生不顺遂呢？击败热，电脑散热膏，只要一点点轻轻的抹上去，就可以维持电脑的寿命，稳定的不再让电脑过热。一起晚餐约会哦。用心、坚持，还有独家秘方，经过7749天调配而成，不用冷藏，也没有防腐剂，除了散热效果极强之外，只要一点点就够用。使用极败热的人，电脑在10分钟之内就会恢复效能哦。CPU 正常运转，只要风扇没有坏掉，最后都会用的下下叫哦。没有错，使用极败热的朋友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让你的电脑不会过热，否则因小失大，换了整台电脑。极败热是你居家旅行好用实在必备良药，哈哈！雨风材料，您居家电脑的导热好帮手。